虎扑八月八日讯，2018姚基金慈善赛将于八月十二日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。男篮蓝队将出席此项赛事，美国队方面则由凯文勒福、杰森塔特姆领衔。中国男篮蓝队将会出战此项赛事，周鹏、吴前等球员将率队出战。这将是周鹏第五次参加此项赛事。美国新锐队方面则由乐福领衔，塔特姆、马克尔·富尔茨、老李·马尔卡宁等球员都将出战。姚明慈善赛每逢第三节便有小朋友出场比赛。在去年的比赛中，周琦与贾斯汀·安德森带领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，当时红队以86-83战胜美国明星队。具体名单如下：男篮蓝队周鹏、吴前、韩德君、李根、胡金秋、可兰白克、陆文博、陶汉林、任俊飞、于德豪、李靖宇、胡明轩、李元宇、李晓旭、周占东、阿尔斯兰。美国新锐队：凯文勒福、杰森塔特姆、马克尔富尔茨、老李马尔卡宁、加里佩顿二世、达隆福克斯、乔丹克拉克森、欧记阿努诺比。具体名单仍在调整中。